你拿多少？你能吃完吗？你能吃完吗？你别一吃自助就给我整这小家子气一样啊！你能吃得完吗？这不太简单了吗？吃不完扣钱呀、啊！放心，我没钱了。你真的能吃完吗 ？Later。干嘛呀？我不要，我吃饱了，我不要。这好吃啊！你自己拿走，我不要。这螃蟹。哎，我不要了。哥哥，这螃蟹。我给你吃啊！我已经胖20斤了，我再吃我对象找不着了。啥意思呀？我怕你吃不饱，哥哥。你放屁！我他妈吃不饱，我他妈撑死了。那你拿这么多干啥呀？这是你拿的，我就这点了。因为你刚才全搬过来了，谁看见了？